您伟大无比，施行奇迹，你是独一无二的天主。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愿你的心灵同在。大家早安，神父早安。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将听到耶稣告诉我们，最大的诫命不只是一条，应该是两条。那问耶稣的说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回答是有两条，是爱天主跟爱近人，爱我们的邻人。那我们说我们爱天主，但是天主我们根本是没有看到，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我们家人都在我们身边。如果我们爱天主，我们应该表达出在实际的人身上，要爱人。现在我们大家人最虔诚的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仁慈的天主，求你倾注恩宠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能节制自己本性的欲望，仰赖你的助佑，乐于听从你圣神的训诲。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阿们。攻读欧瑟亚先知书。上主这样说，以色列人啊，归向你们的天主上主吧，因为你们的罪使你们跌倒了。准备你们的话，好在回来归向上主时对他说，求你宽恕我们一切的罪过，使我们重获幸福，使我们给你献上嘴唇的佳果。亚述人不能拯救我们，我们也不再骑马，我们绝不再对我们双手的制品说你是我们的天主，因为孤儿只有在你那里才能得到连续。我要治疗他们的不忠，我要全心疼爱他们，因为我的愤怒已经远离了他们。我要像甘露一样滋润以色列，它将像百合一样的开花，像白杨一样的扎根，它的枝子必要茂盛，它的秀丽如同橄榄树，它的芬芳如同黎巴嫩的馨香。他们必将归来，坐在我的庇荫下，他们必将繁殖有如五谷，滋生有如葡萄，他们的生育要像黎巴嫩的美酒。厄弗拉与偶像还有什么关系？我要俯听他们，也要照顾他们。我像一棵常青树，它由于我才能结果实。
愿智慧的人明了这些话，愿聪明的人听到这些话。因为上主的道路是正直的，一人在上面畅行，罪人反而跌倒。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我是上主，你的天主，你要听我的声音。我是上主，你的天主，你要听我的声音。我听到从未听过的诺言，我使你们的肩膀摆脱重担，使你们双手放下筐篮。你们在患难中呼号，我解救了你们。我是上主你的天主，你要听我的声音。从雷鸣的云彩中，我回答了你们。在莫里巴的水旁，我试探了你们。我的子民，请听我的忠告，以色列，但愿你听从我。我是上主你的天主，你要听我的声音。在你们中间，不可有别的神，也不可崇拜外邦的神。我是上主你们的天主，是我从埃及将你们领出。我是上主你的天主，你要听我的声音。但愿我的百姓肯听从我的命令，以色列遵循我的途径。我要以上等的麦面养育选民，由石缝中的野蜜保育他们。我是上主你的天主，你要听我的声音。基督愿光荣和赞颂归于你。基督愿光荣和赞颂归于你。上主说，要抛弃你们所做的一切坏事，你们要改造一颗崭新的心，一种新的精神。基督愿光荣和赞颂归于你。基督愿光荣和赞颂归于你。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马窦马尔谷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有一个经师前来问耶稣说，哪一条诫命是第一条呢？耶稣回答说，第一条是以色列听着，我们的天主上主是唯一的天主，你当心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你的天主上主。第二条是要爱人如己，再没有别的诫命比这两条更大的了。那经师对耶稣说，不错，老师，老师说得很对，天主是唯一的，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我们该以全心全意全力爱他，并且要爱人如己，这要比一切全燔祭和牺牲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明智，便对他说，你离天主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质问他了。上主圣言。基督，我们赞美你。法利赛人、经师们，
他们为了保证天主的诫命都被执行，所以他们定了很多很多的其他的在外围其他的规定。所以这里是一个中心，在外面就建筑了篱笆，有一个围墙，也可能在外面再建筑另外一个围墙，为了保证天主的诫命是不会被侵犯的。所以他们说大概有超过三百六十条，应该365左右吧。那这些的规定都是以消极的方式来定，不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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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每天每天我们说听到的不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没有一个积极的说你们该做什么。那这经师今天他就来到耶稣跟前，因为他们知道了在他们的生活中他们要执行的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规定，这么多这么多的法律，就来问耶稣到底最重要的是哪一条法律，从这么多的法律里面哪一条是最重要。耶稣回答的，他也用了他们的经书，他从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就是从哪里就拿来，就是以色列人啊，听着，我们的天主上主是唯一的天主，我们要全心全灵全意爱我们的天主。这个是他们所谓的 Shema Israel， Shema 就是说他们的信经，为以色列人他们的信经就是这个，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我们要全心全灵全意爱全力爱我们的天主。我记得我们去以色列，应该是我们吧，上一次我们去以色列，我们就到了圣亚纳堂的，我们一进去在里面就有一个神父就问我们，你们从哪里来呀？我们说从台湾来的。哦，圣母在这里等着你们，等着你们，就带我们进去。以后呢，我们进去在，应该是我们进去的在左边，那边有圣亚纳跟圣母照顾的圣母。那这神父就跟我们讲，他说以色列人他们就是以这个 Shema Israel 生命记第六章教养他们的孩子们，他们要告诉他们说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我们要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我们的天主。以后他还叮咛我们，告诉我们把这一句话带回台湾，教养我们的孩子们要记得在世上只有一个天主。那耶稣回答的，除了爱天主也爱我们的邻人，是从勒未记，应该是勒未记十八节可能吧，去查一下。那这个勒未记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们要爱今人如己，爱别人如我们爱我们自己。我想我们应该不会，可能有人会自杀了不爱自己，但是多半的人会照顾自己会爱自己，那我们也被要求也这样的去照顾别人。我记得非洲人有一句话，他用英文的 I am who I am， 对不起我用非洲的英文， I am who I am because you are， 我是我因为有你，我变成我变成现在的我因为有别人，因为有你，因为有他，所以别人的存在帮助我成为现在的我。那这个应该很多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因为有他人，我们爸爸妈妈我们的母亲父亲在，以后我们的成长也因为有别人的照顾。所以当耶稣或是当圣经里面要求我们要爱别人如己，这个不是一个负担，是一个要求，是因为我们懂得感恩，我们爱别人是因为别人先爱过了我们，所以我们要爱别人
是因为我们懂得感恩。所以耶稣今天告诉我们，我们要爱天主，也要爱人。爱天主，天主我们看不见，人都在我们身边，我们要表达出实际的爱人的行动，表达出我们对天主的爱。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生命之粮。愿天主有受赞美。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料，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精神饮料。愿天主永受赞美。请大家祈祷，万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奉圣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圣祭，为赞美并颂扬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但愿我们所呈现的礼品蒙你仁慈垂顾，赢得你的欢心，并带给我们丰富的救恩。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必能使人得救。你愿意我们借着克己哭声向你表示谢恩，要负我们的傲气，并能慷慨周济贫穷，效法你的温良慈善。因此我们随同众位天使同声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上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圣血。他甘愿使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信德的奥迹。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身体圣血，并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教宗方济各，我们的总主教若汉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的中日趋完善。求你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我们继续为新冠病毒的以死亡的祈祷。求你使他们相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催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童真荣父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在火中拯救我们。在火，现在这个新冠病毒，祈求天主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怎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愿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助平安。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你们要全心爱天主，并且爱人如己，这比一切牺牲好得多。基督身体，基督身体。阿们。
基督身体。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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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祈祷。上主，求你以你的德能圣化我们的身心，使我们借所领的圣事获享圆满的救恩。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阿们。主派遣我们去传报福音，弥撒礼成，感谢天主。我们一起唱《因相爱被认出是基督徒》。在深深中和主任我们合而为一，在深深中和主任我们合而为一。我们祈求有一天，不是万民能合一，因相爱别人认出我们是基督徒，别人能认出我们是。